剪不断，理还乱。剪不断，理还乱。 剪不断，理还乱。大哥，他能不能哪天想不开，从上面跳下来呀？不怕他跳下来，就怕他寻短见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别说了，心病还得用心来治。 我比较有经验，知道吗？给下点猛药。剪不断，理还乱。哎，这样下去要完蛋。别在这嘎瞎捣乱。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嗨，不是人在这抒发情感呢，别打岔行不行？剪不断。 理还乱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！什么呀，人家那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三弟说的对，你在这瞎接啥呀？哎呀，这家伙，穿个唐装，拿个书，还搁这整诗呢。你在我跟前，你还搁整诗？ 这病大发了，精神不好。谁精神不好？你呗。我现在心态特别好，特别平和啊。哎呀，佳佳，说话这都不一样了，那眼睛一点光都没有。哎呀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你得从挫折当中站起来，从阴暗当中走出去，这是爷们儿。我走出去了。走出去，你现在就走回来了，你还得往出走啊。我不走。 走不走？不走。你走不走？不走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。哎，你等我去。少主，少主不依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干嘛去？跟我去，指定能把你的病治好。不去。走走走。给我手机拿着。去哪儿啊，你俩？走走走，快走。上哪儿啊，大哥？找个没有人的地方，你什么不开心的事你就和他喊出去，喊出去之后你就好了。 没啥不开心，我现在心态老好了。还装，典型的抑郁症。走。呀，来，齐大爷。哎，季叔，来干啥呀？干啥？给你们带好吃的来了。最近呢，这不是要参加厨艺比赛吗？也天天练手艺，这做了几个菜，做的也挺多。你说扔了还可惜。 大家帮我尝尝，也把把关，提提意见。你做的？当然了。哎呀，真的是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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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来来来来
快看，干怎么样？干炸小河虾，谢谢。哎，再看那个，哎，软炸里脊，来来来来，一起尝尝吧。其实大哥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现在心态真挺好，你特别 OK， 走吧。哎，你在前面坐，装。这是哪儿啊？快坐。哎，慢点推。 你别卡这儿，磕脑袋啊！啊，这是我占的地方，今天是让给你的，就是说啥呢？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什么烦心的事儿，通过大声呐喊，给他释放出去，喊吧。你老在这喊呢？对呀。 村里老传说半夜山上有驴叫，是你呢？晚上骂上我了是吧？喊吧。关键大哥，我心态其实挺好的，没啥事儿。你老拉啥呀？你有没有病？我还不知道吗？我是你大哥，你这种就是典型的抑郁症，说自己没病，其实自己内心有病，你就是心病，呐喊。 不开心的事儿，烦好事坏事都喊出去，来，把眼睛闭上，哎，有没有幻觉啊？是不是仿佛到了宇宙？没去过宇宙。幻想，用你脑海中想，啊，扁的，在宇宙当中，荒无人烟的一个大宇宙。 又仿佛到了一个海上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冲着苍天，冲着大海，呐喊吧，喊！我想你，对，大点声，我忘不了你。谁呀？谁在这吵着把火的呀？谁呀？ 李成，是你不？这不寇大鹏那姐吗？是。你在这儿干啥呢？我这不肚子有点难受嘛，我这东躲西藏啊，我可算找个隐蔽地上。你这是你这一喊，你给喊出来了。那你忙吧，我俩换个地方。哎，别的，你俩别走，我换地上。那你不着急呀、啊？咋不急呢？我挺会呗。那你俩待着吧。 慢点啊，姐。你这找的啥地儿啊？不是以前老在这喊，没有人，谁能也把他喊出来？来，接着喊。喊什么呀？喊！本来我心情就挺好的，心态也没问题，没啥意思。哎，哎，再喊喊。你咋来了？ 送卡来了，老胡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你这点钱帮不了我什么，收回去。这卡里就是你上回说的数字，300万。300万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谁还没俩有钱的朋友啊？听我说啊，我把水厂的事呢跟朋友们说了，朋友们都跟挺感兴趣，都积极的愿意投资，这不那钱就来了。老胡，感谢的话千万别提，咱们这关系你还整这干啥呀？但是朋友有个小小的要求啊。我也是对朋友的资金负责任，啊，所以我也想在水厂呢考察考察，住些日子。啊，至于利息啥的，到时候挣了钱了，你愿意给我这些朋友们，返点就返点，啊，也没啥过多的过分的要求。就拐角那房子，我过那儿就行，我都看好了。卡的密码666，记住了啊。那我去把房子收拾收拾。老胡，别感谢，别感谢，别感谢。
激动的一员埋藏在心里。干大事吧。你这打完电话呢，你不是忙，怎么才来呢？四叔，我半道出点事儿。啥事儿啊？那个大个保安，知道不？嗯，就我走半道撕心裂肺那么喊我呀。他喊你干啥呀？是啊，我也问他呀，我说你喊我干啥呀？他说他喊错了。哎呀，这是不是耽误事儿了吗？四叔，那你喊我干啥呀？就有个事儿找你帮忙。你还跟我还外头上还帮忙，那有事就说呗，也不外人。这事儿你得必须得全力以赴的支持我，而且呢还要无私的配合我，你明白吗？哎呀妈呀，四叔啊，你说这事儿是不是老大事儿了？你就放心吧，你是多大事儿我都能帮你，你就不要我命就行。赵全，你跟我说心里话，就是你爸，他是不是会做国宴？啊，那会。那会，那我爸活的时候，南北二屯呢，红白喜事啊，那都找我爸。那咋的，四叔，你有事儿啊？就炒菜啥的都全能整呗，是吧？能整那都会。那你学几招没？我行啊，我也会呀。真会吗？行。那行，我这厨房里有菜，你去炒几道。现在去啊？这有柿子啥都有。过来吧。哎，老伴儿，晚上咱们吃土豆丝儿还是土豆片儿啊？晚上啊，嗯，也不吃土豆丝儿，也不吃土豆片儿。我今儿给你做土豆饼，可好吃，可好吃了。哎，老伴儿，嗯，就这次这个美食大赛啊，你说咱俩谁参加？你说呢？那还用说吗？是不是？你去呀？那你说谁去？你干啥呢？你能比啥呀？咱俩从结婚到现在，一年365天，我做一年365天的饭菜，你进过厨房吗？我不进，不等于我不会做呀。那拉倒吧。你那意思就不让我去呗？你去就行啊。嗯，从今以后家的饭菜全你做，行不行？啊，你不能的吗？你不能参加比赛吗？你要去的话啊，我啥不干了，都你整。你看你这纯属就打消我的积极性。你那么的，咱俩这么的，咱听天由命。这个以赌决胜负，石头剪子布。我跟你整那玩意儿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没那闲工夫，我想做饭呢。那你要没闲工夫，那我肯定得参加。我不会一个大老爷们把女人推到前面，让她去给我争得这个荣誉，这不是我小诸葛办的事儿。那你意思非得跟我石头剪子布呗？对，你的保证你能赢呗？基本上吧。这，那我就不信了你了。来，石头剪子布，石头剪子布，石头剪子布。你看你输了吧？三局两胜，你再赢一把就算你赢。不服是不是？嗯。来，石头剪子布，石头剪子布，石头剪子布。你看，不，你三把全石头，你就不能变变吗？因为我太了解你了，你一句一个垃圾饭袋，我清楚的，别跟我比了，给我心搁着呢，知道不？比啥呀、啊？比、哎、你说我行，啥也不说了，你去吧，就我看你，我看你能不能拿到这个奖，10万块钱能不能拿到手？不管拿到拿不到，我是重在参与，知道不的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是唯一的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我就像放出一只狼狗一样，你唰家给我撩出去，我看你能不能把兔子给我叨回来。你说我这一阶段练的惊雷，突然间说是不是口才了，又变成了就是美食了。你说我能放弃吗？我搁家总做菜，我有经验，你有经验吗？你有啥经验？让人笑话我说老赵你没人了，派个妇女出去参加比赛，就你赢了光彩吗？那这个怎么做菜还分男女呀？啊？别犟啊！不是爹，这事儿你得听我妈的。你看我妈说的对，爹当初我就说了，比嘴这一块你不行，你应该去比腿，比腿谁也比不过你。
现在是厨艺大赛，咱家应该派一个掌勺的去啊，你说对不对？要不就这样的，你俩一人做一道菜，看谁做得好，谁就参加比赛，你看行不？这可老多年没吃着了，这个土豆饼了。嗯。哎呀，老伴儿啊，太好吃了。真的假的呀？能吃出童年的记忆，我小前我妈就老给我烙这个饼吃，太好了。老伴儿，嗯，我有预感。啥预感？这是奖非你莫属。别夸我呀。哎呀，原先我还跟你这什么争呢，这回我给你打下手啊。行。这也太香了嘛。啊，闻着味儿了啊。妈不是当你吹啊，年轻那会儿搁生产队就说做菜这方面那也是数一数二的。妈，我就看好你，我就觉得你肯定能得奖金。但愿。哎妈，那这还有多长时间炖好啊？还得15分钟吧，慢火再炖一会儿。那你进屋歇会儿，我在这看着呗。哎呀，那不行，妈不放心，怕你爹过来捣乱。白先生，妈，谁呀？你爹怎么了？来，大孙子们啊，来啊！这样，爷爷给你们讲啊，这两个菜，一个是你奶做的，一个是爷爷做的。但是暂时我不告诉你们哪个是你奶奶做，哪个是爷爷做的，你们就先尝一下。完事你们就说哪个好吃告诉我就行了，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来吧，吃吧，两样菜都得吃啊。来，孙女。尝尝这个。对，你们都尝尝。哪个好吃？这个。这个好吃吗？嗯。你们是不是点我错了？没有。哪有，就这个。怎么样？我说啥来的？你们都吃好吃，那是奶奶做的。哎呀，就这两把刷子还要参加厨艺大赛去呢。你说我，你应该鼓励我，我挺有细心的，是不是？你看你这还老这么整我。话又说回来，你做多少年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话你说到点上了。但是咱俩要按时间的速度比来讲，我才做几天，我能做到这样，就说明我比你做的还好。你不得这么看吗？那咋的？人家评委听你理由啊，你不得现场做完了说哪个好吃，人当场就给你打分吗？他还得管你去学多长时间。那什么，咱俩尝尝。行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哎呀，我觉得我爹做的好吃啊，挺好吃。挺好吃。你看，永强和小萌都说我做着。孩子们呢，他有时候他这口啊，有时候轻，有时候重的，他这玩意儿没准儿。他俩这说话才对呢。好吃好吃，我爹做的。行。那你去呗，我也没拦着你。你乐去你去。不是你俩没糊弄我吧？没有，妈，我觉得爹做的挺好吃，你就让他去吧，咱爹行。他做那玩意儿，哎呀妈，你就让爹试试嘛。你看看人永强、小萌都支持我呢。不是你俩今天怎么能同意我呢？嗯，做的确实好吃。是真的假的？哎呀，真的挺好吃。那行，那他们都说你好吃，那你去吧。行啊，因为你毕竟永强和小萌他俩这玩意儿，说实话吃这菜人能尝出来他到底好不好。这仨孩子尝这玩意儿吧，有时候他凭兴趣。既然你们支持我，你们放心啊，我绝对不负众望，这大奖我一定给你们拿回来。吃饭。那行，咱就别冷啊，咱就开始吧。我希望你俩呢就是公平公正，对不对？咱不能眯着心眼说话，是不是？我介绍一下，这个呢是我做的一道菜。嗯，这芸豆是我做的。那都不用说，这不俩菜吗？就知道了。是啊，尝尝就知道了。来吧，刘英。行，那我先尝，我尝哪个呀？我先尝这个。这是我做的。行，你别尝过了。嗯。可以，有一点好吃。是
什么叫有一点好吃？就好吃就是好吃，不好吃就是不好吃。爹，我刚才尝了一下，我觉得你这道菜呀、做的太一般了。就你爹做菜跟我比，但都没法比，你知道吗？就想当年我上你爷家串门啊，就这一套炖芸豆，当时你爷吃的大拇指戳下来，哼！戳啥戳？那不纯了吗？你先尝了再说吧。尝，我也尝。看起来挺好。咋香着了？咋的了？这也太咸了。咸了。那你是不是把盐当糖放里了？不可能，我做芸豆从来不放糖啊，怎么能咸呢？尝尝。哎呀！那样我们现在这种日子，我觉得大家都太咸了，亮底牌了。就这两个菜，就是你们觉得就是哪个菜好吃？要这两道菜相比啊，爹我觉得你胜出了。不对，老四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在我这套菜上动手脚了？没有，我就往里放盐了。这你损不损啊？我说咋这么齁咸呢？啊，你现在不是有忧愁吗？何以解忧？唯有大醉。哥陪你一醉方休，喝点，来，不想喝，菜了，酒都拿来，来。来，你能不能一天别老折腾我？你让我消停待会儿不行吗？哎呀，你喝点，来个，不喝。咱俩好久都没喝了，来喝点，来呀、啊！不喝，一杯敬昨天，一杯敬过往，喝软了双脚，长翅膀，喝飘了呗。飘了之后才能忘掉所有的不开心，所有的烦恼，生活才能更加的有希望。人家心态挺好的，没啥烦恼。你拉倒吧，我是你大哥，你啥我还不清楚吗？喝点儿，来，整点儿。不喝。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喝点小酒，把不开心的事儿都忘掉。男人在哪里跌倒，就在哪里爬起，这是个爷们儿。酒放在那块儿就喝起来，连酒都不敢喝，那是什么？是爷们儿吗？哎。干完喽，我咳，对，咕咚咕咚就咳，能咋的？喝，把不开心的事喝下去吧。你这是怎么个喝法呢？干了，干了，你干了吗？你这瓷瓶我都看不着。哎，我说行啊，到你了。你这是上两个现在喝法啊？瞅啥？我还能拒你啊？啥事没有？你喝多少，大哥能喝多少？你那点量还，我的妈呀！
多久久啊？哎，你昨晚几点回来的？11点、11点、12点、1点，我记得断片了。几个菜呀，喝成这样？还没吃菜呢，啊，就喝多了。大个儿就怕得抑郁症吧，平陪喝点酒开导开导，没成想就多了。你就陪他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！咱就说你俩谁喝出点啥事儿，可咋整啊？哎，媳妇儿，你就别说我了，我常难受吧，我再躺会儿。你就给你整湿毛巾吧，擦擦脸吧。花呢？谁？谁？我。老胡。啊。你谁呀？我木生啊。啊，你不认识我是吧？我认识你，胡叔，杨小燕的儿子。哦，大男儿子啊，对对对，就你啊，对，哎呀，胡叔，你咋来了呢？我考察考察，转转。你看这整误会了，我这上班我以为来小偷了呢，我找一圈儿，刚过来啊，过了几天了，是吧？那咋还搬上水了？你这活都员工干的？不是，我就看这走路在谁磕着绊着啥的，我这把往上整整，啊。那走吧，咱吃口饭去呗。吃饭啊！你这胡叔来了，我得敬一下地主之谊啊。哎呀，吃饭，要不过两天再说。你看你这搪塞我，你过两天你走嘞。那不能，走不了，那得住段时间呢。妈，我问你个事儿，那老胡头干啥来了？木生，人家那么大年龄了，叫人老胡头不礼貌吧？你得叫胡叔。我叫什么胡叔啊？刚才我碰到他了，他说以后就在水厂住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谁同意的？我同意的。考没考虑到我爸的感受？我爸能不能同意？再说了，他凭啥呀？就凭人家给咱们投资了，住在水厂就没有问题。谁用他投资了？他算哪根葱啊？木生，你知不知道咱们水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人家要不投资的话，水厂可能都黄了。那资金这块我不想办法呢吗？申请贷款了都。等你的资金到位，水厂已经倒闭了。妈，黄鼠狼为什么给鸡拜年？咱们都是聪明人，那老胡心里咋想的？你比我清楚，这样整，在水厂影响不好吧？这个事儿是我决定的，有什么事儿我担着，你就别参与了。妈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可以把房子卖了，他投多少钱我退给他，我现在就把他撵走，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木生，你别找人麻烦，大人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。我还有事儿。我先走了啊。
这杨总说话挺硬气呀。哎，穆商，爸，上海女人不简单呐。水厂着火了，啊？哪着了？怎么这烧哪了？水厂起火了，报警没啊？119去没？不是那么个事儿。我妈把老胡接到水厂养起来了。我说没听明白呢，你妈怎么养狐狸了又啊？怎么回事？你说明白呀！这找的是着火了，还养狐狸，到底咋的了？老胡嘛，你忘了？就是在网上他俩认识那个，追你过我妈那个。这啥呀？你说什么撵你妈呀？怎么的了？就追他那个老胡呗，搁网上认识那个。老胡现在就在水厂住呢，大包小刘的行李都拿过来了。啊，你说那个老胡来了是不是啊？我刚才问我妈了，她亲口承认的，说她同意的。那我听明白了。好了，来水厂住来了。哎，老伴儿，干啥呢？鸡蛋呢，煮粥。哎，老伴儿。就这个大赛的事儿啊，我昨天晚上一边睡觉一边思考，这半宿没睡着这事。你看你心眼咋这么小呢？这都睡不着觉了，我不就比赛去吗？能咋的？这不是是你比不比赛得不得奖的事儿，就说咱们整出这东西哈，千万不能让别人笑话。你就比方说，哎，你这个鸡蛋，你咋下的？直接煮上了吧？我不就糊个鸡蛋吗？错，这个鸡蛋可不能简简单单就往水里一放，它一定是水凉的时候放，知道吧？完了在水没开始烧的时候，先把盐放上，完了是打着火三分半的时候把火关了，关了之后不能马上捞出来，得等一分钟，完了捞出之后你再一看，这个黄是糖心儿，这一点都没有错。哎呀，小刘能，我小瞧你了，还懂得不少呢。所以说你啊，你得听我的，我可以当你的导师，当你的教练啊，给你指导。如果你在这放任你这性格非常随意的，像平常不用心的话，我可以直接取代你啊。老伴行啊，嗯，我听你的，用心啊。嗯，好。哎呀妈呀，脑袋呀疼死了！哎呀，哎呀！营销策划书看啥呢？呀，来了，看那个营销策划书。菜和酒都准备好了，昨天没喝好，今天继续。还喝呀？昨天我都喝。咋的了？喝上瘾了，长期下去，这得多少酒钱呢？那不正好吗？这吃喝能多少钱？我今天备四瓶，咱俩一人两瓶，不醉不归。啊，不是你不能这么喝呀！你这么喝，你身体不完了吗？另外，我晚上我约出去了，我有酒局。约的谁呀？约你不认识，那你就推了呗。推不了。你是不是喝不动了，在这唬我呢？喝不动，我的妈！就你那酒量，我掐巴拉嘴，我能喝死你。外号酒神，知道吧？正好啊，今天晚上咱俩就不醉不归，一决胜负。你把你角推了，晚上不见不散啊！我来找你来。这是要喝死我的节奏。
哎呀，这是在哪呀？哇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哎呀，对对对对，啥时候来呀？不是，你咋来了呢？还我咋来了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呢。你咋来了？这是我家呀。也是啊，嗯，那你想来就来呗。是啊。哎，这家捂得我眼睛都花了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这次来干啥来了呢？这不是小燕也想把这个业务拓展的更大一些吗？范围。哎，我也正好赶上这个机会过来考察考察，怎么着我也，就是想也想做大一点呗。那合适的话呢，我准备也再投点儿，嗯，当个股东啥的。想在水厂当股东啊，还是在我们家乡当股东啊？你又来了啊！哎呀，哎，水卖的挺好，来了也不打个招呼，就搁这一待。你是不是应该跟哥说一声呢？哥别挑理哈，不是挑理呀，哥也挺想你。是，哎，这个跟小燕他们一直有联系是不是？就卖水这个事儿啊？也没有太多联系啊，几个朋友嘛，也是对水很感兴趣。哎，也想投资，我说你们都先别着急，我说我好好考察考察，哎，考察全面了，看看小燕这个业务拓展咋拓展的。哎呀妈，这小燕也是做事就是粗，你说这么尊贵客人来了，不领家去，就搁这厂子就住上了，这不慢待你了吗？你啥慢待？这工作多方便呢，出门你看这，这不礼貌啊，这是小燕平时休息的地方。他就给你住了，最起码开个宾馆呢，多费钱呢。首先第一点，我要挑你，你没拿哥当回事儿。你要拿我当个事儿，到这儿来，首先到家，咱哥俩喝点酒叙叙旧，完事再谈业务。在你眼里是哥重要还是钱重要？你要如果说赚钱重要，哥就不聊这个事儿了，就当咱俩不认识。还有一个问题我也要问你，如果咱们之间没有杨小燕，你能不能投资？冲我王大拿你投吗？先报个歉，我确实做的有点不妥，应该上家里边去看看哥哥，就证明我挑理是对的不？挑吧，你这是你不挑，你你得挑。你要认大哥，回哥家住去，咱哥俩喝点小酒，在一起聊一聊，有啥事儿我也帮你出出主意，你也帮我想一想，咱俩是不是哥们儿？家里住不方便，不方便。你这样吧，要不然我们失去理解。你要不回家住去，我就搬这儿了，咱哥俩搁这住。咱们考察几天就完事儿了，我就不行，你就考察今天晚上一晚上，明天早接着你也必须上我家住去，这是我对人热情的一种方式，你不能坐在这儿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因为我想你，你知道吗？咱俩是朋友不？回家去，没啥不方便，那院大。到那要憋屈了，咱玩玩狗，跟狗搁块堆打交道，那玩意儿忠诚，一点邪心都没有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不是，嗯，说着说就来了，嗯，去不？去，去收拾。真去啊？来，我帮你收拾。你拉倒吧，被不用拿了。这那被都有啊，你把箱子装上，都收拾好了。你坐着，你坐着，你坐着，你甭管，这我的。我知道你。天上升起一弯月牙，月牙弯弯，正把那个月光洒，人都管月牙叫月老，月老儿转吧那个红线扎，红线扎紧
心，两颗心为啥就不在那个一疙瘩呀？啊啊啊！夜深了，月牙出来了，月圆了，心儿更亮了。今晚夜深人不静，都等着月圆，月圆进咱家吧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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